好媳妇难为，配合吃辣超崩溃。你嫁进来我们家，你应该要配合大家的饮食习惯。我为了大家开心，筷子夹肉都直接塞到扁条线那边，我连吞的。可是我心里就想说 ，OK， 家和万事兴，这个我吞下去好了。真的是好媳妇。每周三、每周四晚上10:15，请锁定《姐妹亮起来》。以上节目由杰姆斯生技冠名赞助播出。